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黄金城先生的怀旧系列《圣侠盗猎车手：圣案第二世》。现在是晚上9:30，那我们继续昨天的进度。好，开始后啊，然后我 OBS 的部分有稍微调整一下，看一下说会不会比较没那么累个。好，现在的部分，哦，目前看起来可以60 FPS， 哦，很棒很棒，现在这时候非常棒。Partner. Jizzy, what's going on? 好，我们去。哎呀，警察就在前面呢。I'm ashamed of myself already. Excuse me. 干嘛干嘛哀嚎？我们先去那边吧。用错了，真那边还没开放的样子。不要！就这样浪费了一台车，没关系，我们再拿。谢谢你的贡献。哦，撵到警察了。Oh, 我们赶快。来看看。X。Man, what the hell, everybody, anyway? 就有点像金鱼眼哦。Hey, you a pinchy hooter or what? What the hell? You think you can mess with me? I will blow your head off and rape and kill your family, you snake. You think you can fucking bullshit me and fuck me over? I know your fucking game, messer.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man. My throat. Who you working for? Nobody. Turn around and look at me.哇哦 man, I'm just trying to make some money. Keep my mouth shut, I swear, man. I almost had you, man. I almost fucking had you. Watcha? 好像吹佛。You gotta be careful in this business, man. You know that. Are you boys done playing around? Yeah, we're straight, Bato. Oh, good. That's great. Now, we gotta go meet this shipment. We're late as it is. Let's go. You heard what Hefe said.也太像吹佛了！啊，粘到了 ，sorry。哦，他自己直接跳过来给我撞，别这样。Shipment has to get to the factory. You make sure it does, we make it worth your while. We're watching you, kid. Simon, Nessie, we're watching. 原来是我下车吗？
们要看来要狙击人。红色的我们去。我们先跟踪这蓝色那台。应该还是说要在那个到之前我们破坏红色的那个。我那天马上下次要给我定头皮。麦安妮了。是发的。消防车马上就来了，也太厉害。不用怕。射了直接拉到起火。哦，直接进化。哎、欸，哦，这边还有赤回，换下一个地方。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嘿咻！好，换上面。哦，上面好像还有火箭炮什么的。这台已经快爆了。快快快。好，换这台。我们继续开车，安全确保。啊 ，FPS 正常了，太棒了。其实我是发现说，我 PS2 模拟器啊，我是用旧的设定值，因为以前也要玩一款那个激战
他需要旧的设定，然后才可以顺 FPS。我想说，我把它还原预设置好了，然后就发现说，哦 ，GTA 竟然可以60张刚刚好，太棒了！以前用超多问题，然后都找不到。Okay, we made it, but the cops gonna be all over the spot real soon.哦，怎么回事？附近有那个喷漆店吗？哦，直走左边。哦，直升机也来了，不要啊！饶了我。这撞一下就完蛋了。Very good. 我们继续去吸。我们先去武器店好了，防弹衣不够了。武器店最近的在。后方吗？太可惜了，那我们就去后方那边好了。警察先生，你好。我飞！好帅哦！到这边应该往这边看看。哦，看到了，看到了，在雷达上面。好像应该可以买狙击枪，火箭炮能不能？那个炸弹一发要3000块，好贵。我们现在有63000块，嘿嘿嘿。Take it, hold it, love it。散弹枪一样。消音器。90发够了。哦，这个猎枪，哦，下面那个就狙击枪了。哦，不错。AK-47。Well, in a crowded area. 啊，有200发也够了。The revolution is coming. 好，我会再回来的。Coming. 哦，小心开车啊，兄弟。蹦蹦蹦是什么？应该跟我无关吧？应该跟我是无关的。红色的 ，What's this？ 哦，二 P 哦，这太可怕了。
甩尾。哦，至少我们不用再看那个30几 FPS 或40 FPS， 那个太慢了。现在60 FPS， 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太棒了。Hey CJ， 今天我们来挑战把主线破到80%好了，或70%。狙击枪，我们尾行，尾行一下。好像也不能太靠近了。我觉得应该会来对向车道，转导日低，哦，果然有对向。这样按开枪。我先跟着吧。上坡，上坡。上坡不太好了，不太好爬。对向车道，哦，差点，差点。这个到底？看一下吧，应该是要等他下车吧。哦，好远哦，慢慢来吧。等一下，不要警戒，不要警戒。What？
CJ, bitch. 恭喜你的。Let's go, bitch. 真是。浪费我这么多时间。不要再回去了。回头看一下，你没事没事，很安全。哦，好可怕哦！原路返回一定可以回到那个地方的。整数330-340，十一个弹夹加现在的是12个弹夹。我发现说我的血条变好长哦。快到了，快到了，还是我也搭车上去啊。摩托车的驾驶等级上升。车站很有车站的 feel。哦，动不动就生气 ，GTA 5都是想着要逃命。好，再来。我们去捡狙击箱。Come here,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Yes, of course. You got a glass jaw? No, never. I'm into my career. 还要吗？还要吗？趴掉了。哎呀呀，好，剪一下。哦，刚好就直接来。我刚好就直接上去，我是搭不了了。
有没有瞬间移动的技能啊？我直接移动到定点。骑了四分钟了，而且还要跟着这个速度，会拖更久。哦哟，哎呦，目前游玩下来的话都是60fps， 那看来的确是我那个 PS2 模拟器设定上用旧的设定值反应器，然后就导致下降，应该要用新的。说 Vega， 哎哎呀，卖光了！我今天看到那个巴拉才知道说原来开卖了，今天就开卖，都卖光了，抢不到了，看来主电脑又无望了。那我目前就先一样怀旧系列吧。干脆直接等那个 R3 先好了，第三代，然后显示卡等 NAMI。 这样有那个吗？晚一点我看一下直播档看看好了。哦，等他，等他。爬山我最会，这台车我们不能被发现，我们要小心行事。算了，直接走过去好了。到时候记住这个地方摩托车，然后要逃跑的时候回来。You loaded, sport? He 在看什么？等我一下哦。什么水开路？那个倒是跟到码头，线能出现。什么？我还要用回去我的摩托车吗？
警戒度，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先到这边吗？哦，不能跟太近。等他一下，我们从雷达来看吗？哦，开始了。跟踪，哎，哦，太远太远太远。太远了，中途有警车，警戒度在上升。啊，等我一下啦。之后主电脑，干脆我直接把五代重新玩好了。哦，我们要到喽。我们要一举把这两个都杀掉了。把记者消灭掉。我精力很旺盛，不用怕。哎，可以买热狗哎。法拉邦。又是你们这群巴拉帮，我们赶紧先骑车赶紧跑。啊，救护车来了，能不能先帮我一血？哈恰！哦 ，sorry， 我们回去那任务，看一下我们的任务。啊，要回去那边，好远哦！旁边这条过去，啊的，哎呦哎呦！我飞出去了，哦！不要，不要逮捕我，我什么都愿意做，不要逮捕我。
我喜欢摩托车。FPS 也正常了，真开心的一天。大家看到了会觉得有lag吗？昨天调整了一下 OBS 的设定。啊！直走的话，好像也可以啦。不过我们还是一样走这条吧。跟我有仇是不是？哎，他怎么看着我？好可怕、哦！不理他，我们走。哎，他好像跟过来。也许变成了个变态跟踪狂吧。哦，跳车。我们来玩追逐战吧。太好快，太好快！哦，又跳车了。卖照，卖照。拜！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黄金城先生的怀旧系列。这是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怀旧游戏啦。之前 FPS 都30-40，现在玩保证完整60张给大家看。如果还不行的话，应该是OBS 这边没办法跑的问题，对不起咯。会很累的吗？如果实况的话，那如果实况的画面有很卡顿，麻烦帮我告知一下，这样我再把它做调整。或许我晚点可以看一下我的记录档。来，我们快一点。警察在旁边啊。等一下，我们左转就可以了。
这边有车库啊。摸着搞空。Ice Cold Kira。Damn, where I put it? Where the hell did I put it? Shit. Hey, Holmes, you okay? Yeah, Woozy left a. OK， 我们要去干掉那个枪手。机器会逃跑。这台车修好了吗？进去是车库，就没有冒烟了。哦，小心哦 ，Watch out！小心警察，小心警察。Jizzy doesn't want to be disturbed. 好，天窗。我们来找楼梯。哎，真的不会是要这个大桥吧？哦，真是没办法。这样也可以摔哦。我们继续吧。我在表演特技啊，各位。等一下，你要去哪里？等一下，你回来，回来。你怎么越跑越远？前面这边，嗯，确定是这边吗？确定是这边吗？我觉得我有点害怕。被剥皮啊！希望不要发现说什么从
某个地方就可以上来的样子，应该不会吧？我来玩一下，这是空的，这也是空的。不要紧，这边不是空的。啊，他心脏麻痹了啦。下面吧。骂人家 bitch， 这不太好哦。Your provider is about to make that special call. If I think for a moment that one of you hoes is hustling me, you better make a bigger cut this week, Jizz. We running low, honey. Shut up, bitch. I'm handling business. Don't you even raise your voice at me, asshole. Shut up, bitch. Oh, funky ass. What a dick. 他跑掉了。Hey, Jizzy, I need to holler at you. Well, talk then, friend. I mean, that's all we ever do. Kind word hit, wise saying that. Shit, I'm a walking book of proverbs. Nah, you fucked up. Come on, man. Hey, I get it wrong, you know? I'm imperfect, you know, like, hey, not a kind man, not a wise man, you know? And not a smart man, but dear Lord, I tried. Nah, you fucked up when you trusted me, player. Come on, baby.Ass seller, yay pushing, piece of shit trash. Oh Lord, what y'all waiting on, huh? Somebody cap this nigga, man. 所以，这是我写上一点点而已。哦，跑出去了。他是大老板吗？哦，旁边刚好有一台车，还真刚好。接下来应该就是。